4点，下午4点到晚上7点，配合今年度的活动主题，我们以传统婚礼布置成主题专区，然后现场提供原住民传统婚礼的体验，还有我们的传统王木手串 DIY 煮就老米勒，还有我们的卢凯族的荡秋千的余味体验。接下来呢，我们的伴手礼有台东咖啡产业及传统小吃公园的文化商品供游客选购，然后让你沉浸在婚礼的氛围当中，幽默化乐体验蜂王路。然后接下来呢，我要介绍黄金观光路线去套装游程，从7月10号到8月15号，台东2013年黄金观光路线去整个台东市东河乡、卑南乡、鹿野乡等特色景点，形成套装游程，形成包括涌泉运动公园、卑南水郡清水公园、台东糖厂文化园区、鹿野热气球嘉年华、立即二地观光果园、部落漫游，以及我们马达达派的活动会场以上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邀请下一组来为我们讲解接下来的行程。